OK， 我们现在到了马六甲，我要先去 check in。走吧。OK， 走。OK， 我们要 check in reception。到哪？到哪？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先上去酒店吗 ？OK， let's go。啊 ？OK。到，开门。要见。我们进来了，为什么灯就这样小盏？没有更亮的灯吗？鞋子，鞋子放这边啊。那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 review 一下，有这么这样暗的位。哦，哇哦，哦，它是厕所。哦。就是这样喽。shower 在这边。我们今天我们会在这里住两天 ，two days。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。Sticky socks。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套房啊，然后基本上该有的都有。出鞋啦！这里蛮靠近那个马六甲市区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每次都要看的就是它的景色。哎呀，那个景色就输了，被挡到了。虽然那窗口超大的，可是被挡到了。哦，打没有？哎，我看到那边有摩天轮哎。我们一个椅子，这里，你看，也是一个沙发。呀，你睡在沙发。哈哈哈哈哈。耶。我们可以从这里上去。所以我们等下整理一下。又要出门了、哦。去哪里？嗯，去远方。去哪边？哇，因为下雨呢，我们现在要先去shopping 里面。现在我要去看电影。啊，我们先去吃饭，不早了，快点走吧。它有点很硬，我就按很大力。晚上天黑了，然后开会，那你走喽。你突然间喊得大声，那是什么呢？哎，那是什么？哪一个？那个，哎、哦，哎，嗯，是那个，三条轮胎的。哦。所以我们去还可以看那个吗？看了吗？那个玩具。为什么要看玩具？想要吗？快点来，快点过马路啊！过马路啊！你来过吗？没有来过。哈哈。又不会。嘿嘿。哦。What? What's that? OK。
我要站在那边。